下一个景点 Johnson's Fruit。进去这个 Johnson's Fruit， 大部分的水果都跟超市卖的都一样贵，但是仔细看一下，有几个非常厉害的，像是一大袋樱桃只要200块台币，这在台湾买可能就要2000块。那水蜜桃也非常非常便宜，而且水蜜桃超甜，超级好吃。而且水蜜桃超大、超甜、超级好吃。但是纽西兰的水果季节，但是他们会依照水果的季节来放不同，但是他们会依照水果的季节来有不同的水果出来。但是水果是有季节，所以你如果要去 Johnson's Fruit。但是水果是有季节，所以你到纽西兰玩，你要先看清楚到底那个季节有什么水果，才不会找不到樱桃之类的。那 Johnson's Fruit 就因为那一。那 Johnson's Fruit 就因为那一大袋樱桃只要200块，我就给他4颗星。那 Johnson's Fruit 就因为那一大袋超便宜、超好吃、超甜的樱桃，我就给他4颗星。